天吃泡菜汤。하이탈도괜찮고옷도갈아입고네네네네네오케이네네跟大家 say hi， 跟大家 say hi。今天是奈奈要回家的日子，我等一下先带她去嘎在他们家，然后等一下她爸爸会再去那附近，就是把她接回家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她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其实你的行李还蛮多的，还有像这个阶梯啦，像是她的食物，然后她的睡觉的地方啊，不不不，所以，然后今天早上在她尿尿的那个地方，我就是在旁边发现了很多屎脚印。我想说，等等，请问这个是屎吗？我翻遍了全家，我都找不到，我也不知道哎。你有拉屎吗？我们准备出去好不好？你看，立刻兴奋。你要不要傾下啲媽媽經歷啊？係啊，好乖啊！好，大家拜拜，拜拜，你會想我的吧？會的。前阵子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影片，然后是在讲那个高敏感族群的。然后我看的是一个叫做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 channel， 叫做维思维，就认真学到一些什么叫做高敏感族群。其实就是每五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是这样子高敏族群。譬如说他可能对于身边细微的一些变化，不管是环境或是人的情绪，都会特别的敏感。因为这类型的人，他们会倾向去处理这些就是细小的讯息，那当他非常敏感的时候，他要处理的东西就会特别多，所以这类型的人就很容易脑子的信息量或过大，或是对于外面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刺激会特别的敏感。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那个共感的能力非常的高，所以我刚很好奇，我就跑去做了那个测试。然后我刚测完之后，我发现我的高敏指数是90%。当然，这个分数它只是一个就是参考，它不是一个绝对。然后高敏感人群它也不是一种病，它只是一种性格。所以我就在回想自己可能之前处理，不管是人际关系或者是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会那么容易觉得自己很内耗？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性格可能相对比别人更容易共情共感，这是我猜的啦，因为我也不是专业，我只是刚好看到这个影片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但是它的优点呢，也是因为它很能够感受到身边的人的那些小小刺激，所以可能更能够去学习或者是体会身边人的看法。我会把这支影片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蛮有趣的。말해줬다면믿어줄수있겠니
지참좋은걸알고있었지미안해 baby 이유없는연습도나도비참해 There's no one 너같아너만고통받고있는게아니야나도아파야 baby baby I owe you means I love youNothing else will do Baby, I owe you Oh yes, I do An explanation, baby 我真的在韩国超市发现了这个鱼糕然后我就想说今天来弄个鱼糕汤好了然后今天这个汤呢我本来是用韩国超市买的那种汤包去熬的但是我怎么就是一直试想说怎么煮都好像没有什么味道所以我其实胡搞乱搞里面再加了一些鸡汤还有那个冰箱里面剩下的剥皮辣椒的汁跟辣椒然后我刚试完觉得还蛮有模有样的新的面膜大家知道我是面膜狂魔吧他们就是一个日本品牌叫做 AIO 密集修护面膜我在用过他们家的那个洗脸粉就是你加水它会变成泡泡那种它跟平常的面膜有点不太一样盒子上说它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些纹路的地方是双层结构这样它可以有更多精华我今天除了他们的专辑还想买 Boy Next Door 的因为怎么现在才买专辑呢其实我那时候在 pre-order 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滑然后本来已经决定要下单了但后来发现他不同 version 的专辑是要分开下订就变成你要付很多次运费那我就觉得 No, I'm not paying for that 我想着买不买我看到重案那个好累你来如果我抽到重案那不是如果抽到蜗牛然后你抽到重案那我就可以交换了今天带了这个希望可以有好运这个我不知道带了什么好运这个是我今天也想要买的是 Boy Next Door 的专辑不要那么兴奋好了好了好了算了我想买的这个我觉得挺漂亮的你不要打断我讲话哇不完全零 feel 咯 你两个人很难的你我觉得不是他哦这个吗我觉得他有点 feel、okay. 结果不是这样我不是很样衰不要紧 我两个都爱所以我是想要买 Boy Next Door 的专辑然后这个是一个叫做 Sticker Version 然后它里面就像这样子的、哦、超可爱的我自己现在个人的 bias 是 Taehyun 或者是忙内我也蛮喜欢的其实第一舞都 cute 那个好靓仔我好靓仔是泰山湖哦李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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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哇哎这个角度不错哎先开这个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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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犀利嘅，點樣做到噶？我現在手有點震，你知道嗎？其實我一直都蠻期待 Kid version 的，因為真的很好看。哦，我剛第一眼看到是汪露，然後我以為我抽到他了，結果哎、欸、沒有啦，一人一張。Kid version 還蠻尷尬。希望你
抽到汪鲁，我会很开心的接收他。我抽到汪鲁，我是边个来噶？我昨天点了泡菜汤的外卖，但是我只吃了一半，所以今天的那个早午餐就是泡菜汤，想要再加一点料。常常처음에이지너보러가는길도마치구름위지너에게하고싶은말을생각하다가나이렇게나가바보라는것을알게되었어저바보같이머리부터발끝까지고민같이가스여낸커피를들고햇볕아래서날기다리다내마음이녹은것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왔어이리듬에맡겨발걸음에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분위기를타고날아가지못한곳을데려가줘 Time after time 사랑을몰라말들이너무많아우리걱정은많아는널보며지금말해이제조금느낄수있어 yeah. Alright This feels good You and I Think we got 我今天来一个 Lululemon 的 event 然后来上一堂瑜伽课然后呢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个瑜伽课是在商场的广场里面的然后我刚跟那个 PR 讲说让我坐在最后面让我坐在最不显眼的地方现在要准备去整理我家有没有哪些就其实用不太到的小家电就是我们大楼这边有一个叫习物换物环保回收计划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旧衣服啊鞋子啊然后袋子公仔玩具或小型电器的都可以拿过去这样我马上就想到这个吹风机因为其实它还是非常的好用只是说因为我后来有一台 Dyson 的吹头发那我就很习惯用那一台我就完全忘记有它的存在了然后我前几天翻到想说我可以把你捐出去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后边这个书柜然后因为上面的书其实大部分我都已经看完了然后我就上网搜到就是我家附近这边有一个也是类似社区中心的地方然后他们是可以回收书的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我之前脚受伤的时候为了热敷我去买的泡脚机但是我最近很少用它了所以我打算也去把它捐掉在这边堆更多的是我的专辑然后回来路上买了樱桃还有这个我小时候超喜欢吃的山竹不过因为台湾后来就禁了山竹嘛所以就只能在台湾之外的地方好好吃一下了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